想必同志们都知道啊，王源前不久可是出演了郭敬明导演的《绝技》，与吴亦凡、陈伟霆、范冰冰同台飙戏，感觉怎么样嘞？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个电影就是扫描模型嘛，然后他们在片场就经常把我的衣服给我 P 掉，经常把我的衣服给我 P 掉，就是一个逛的人，但是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就是一个人肉色的一个人的模型。然后吴亦凡哥哥和陈伟霆哥哥都挺照顾的，就他们两个就是特别敬业，特别专业。要把你的衣服 P 掉，这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一定要说三遍，粉丝们是不是已经超级激动了嘞？